口罩令將會在明日，即是3月1日全面取消，是包括室內、戶外以及公共交通工具的口罩令都取消。但是為了保護高危的群組，一些高風險的地方，包括醫院、老人院等等呢，有關場所的負責人是可以以行政的指令，是要求在場又或者訪客去戴口罩的。全面撤銷口罩令代表了我們所有的社交距離措施正式的結束，香港是全面回復正常。我們期待明天3月1日會更好，大家可以展露笑容，說聲你好香港。明天開始我們全面復常，所以在今年以及來年，我們會全面拼經濟、拼發展。